接下来是不可思议的漫才组合，欢迎壮壮与欧爷。漫才的表演，但是不确定大家知不知道漫才这种表演形式，所以我现场先调查一下啊，知道什么是漫才的，请举手。哇，这场最少。哇，接下来你就会看到，就是两个人在台上说话，因为我们是刚成立的一个团体，我完全不敢说我们成全的是漫才。大家还是解释一下漫才到底是一个什么表演吗？漫才呢，待会呢应该蛮明显会发现到，我们台上有两位，一位在装傻啊，一位在吐槽。然后大家也可以感觉猜猜看啊，到底我们谁在装傻，谁在吐槽？那通常装傻的基本上呢，就是会自顾自的说自己的话，吐槽呢就是呢会跟正常人一样哈。好了，然后还是讲话，等一下，所以有时候呢装傻哈，这个会骚扰观众。然后呢，好了，回来啊，应该看得出来谁是装傻，谁是吐槽了哈。那漫才就是两个人在台上跟大家聊聊天，然后今天呢，这个庄总想跟大家聊什么呢？是这样的，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把妹达人，哇，作为一个这个流浪汉，讲这种话是很有想力。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是一个很能够理解女生情绪的人，我只要一看到她的表情，我可以彻底的分析她现在的心情。真的很内部很深层的心情。哇，我现在示范给你看。好，我要来，比如说，这位小姐，他在闪躲你，他在闪躲，他已经先不要。没有，可以。这是刚刚妈妈带来的国中女儿。真的哦。但没有。你看，她正在笑，对不对？对。你知道她？哇塞。嘿，我感觉一下。小姐，她很开心。废话。大家很开心啊，那个不敲他笑，不要开心。奇怪，当然他当然开心啊，他每次都在笑。我再示范一次。好，还要示范。比如说，这位女生，这位女生。好，我们不认识，对不对？我们不认识。好，你先忍住，先不要笑啊。好。OK， 我现在随便问你，然后你就凭直觉回答出来就好。而且我可以判断出他想回答的，真的假的？你就直接回答就好。我们不认识，对不对？来，我问了，直接回答哦，我们不认识哦。你今天晚上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不要。我觉得不要是你说的吧？大家是不是想一下？喜欢上一个女生哦，然后我想穷尽我所有的才华啊，我想告诉她我多么的爱她。哇，你有今天哦。所以我就手写了一封信给她。哇，什么年代手写？哇塞，这是你的年代吗？哇，手写太感人了吧。然后我想说，魏老师，可不可以帮我听一下？我手写这封信，好，你觉得得不得力？好，来，那你把你背起来，这是手写那个啊，小二带来，不要从这边拿出来了，而且封面看起来太可怕了吧？这什么吓死人的绘本啊？你有考虑到收信人的感受吗？好，我念了。好，这么大 ，Dear Jessica Chen， 这个 ABC 不是 ABC， 他叫陈杰西。然后我帮他取了一个英文名字，我觉得这样写很比较洋气一点。然后帮人家取英文名字，人家叫陈杰西，陈杰西应该叫 Jesse Chen， 不是 Jessica Chen， 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因为Jesse Chen 没什么了不起的啊。如果说 Jessica Chen 的话 ，Jessica Chen 啊 ，Jessica Chen 就是 Chen，Jessica
他为什么这种梗你们听得懂？看他的表情，他就觉得啊，卡声，奇怪了，我本人为什么听得懂这种东西啊？这对啊，你都写这个帅，他那个陈杰希他懂这梗吗？而且他这不好吧？陈杰希好像是墨尔本来的，所以应该是 OK 的。哦，是这样。这是我写给你的第一封信啊，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嗯，但心中充满了甜甜的思念，好啊，就是想写些什么给你啊，太厉害了啊！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你，微风吹拂着你的发梢，而阳光穿透你的头颅闪烁的光彩。等一下，什么光这么强啊？闪烁的光彩像一支箭刺穿了我，如果这不是一见钟情，什么是一见钟情呢？哇，这比喻也太难懂了吧。刺穿他头还刺穿你，因为他就是一个谐音，你知道一见钟情跟一见钟情啊，不要再解释了。哇，你们都能够懂啊。那就是一种比喻，总之那是个联谊活动，你跟你的同学笑着跑着，青春洋溢着联谊认识，虽然一起去联谊的男生也都不怎么优，不要这样说。我觉得主办人办得有点差，而我只是一个去辛亥隧道旁乱葬岗扫墓的男子。对，观众都哈了，他人家联谊，我以为你是联谊的人，你是扫墓的，啊，是是。对啊，那怎么会？他们怎么在说联谊呢？对啊，看着你们在我曾祖母的墓旁边，欢乐的玩鬼抓人。的愤怒我能够理解，对不对？我也写、哦，我忍不住了，嗯，我走过去大声的斥责你们，对，怎么会在这种地方玩这种游戏呢？没礼貌，要玩也应该是玩碟仙吧？对，没错，这个时候玩碟仙动得最厉害，才不是这样子，这里面玩什么都不对，好吧？碟仙拿他知道碟仙吗？不需要这个问题，他知道碟仙。啊，这地方不应该办联谊啊，对不对？清明节正在一堆人扫墓，不要在这边办联谊。就在这个时候，嗯，我们四目相接。好，你跟他四目交。我看到你的眼神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当然嘛，他看到流浪汉，吓都吓死。我想我已经虏获了你。怎么可能？我决定走过去跟你要电话。你哇塞，不对，等下这是好好办联谊，你跟他要电话，这样对吗？哎，联谊活动可以开通。跟人家要电话很正常吧？他是有参加他们这一团的，你现在只是个扫墓的，你跟他要什么电话？不是，参加联谊的女生都已经准备好自己的电话要给别人的，那如果还没有人跟他们要，我来跟他们要啊！怎么可能要到？你怎么要？对，很简单啊，你就直接插入他们啊！直接等一下，不要太快了吧？插入他们？不是，直接插入他们的活动，讲清楚，然后拨开他们。太具象，太具象，拨开哪里了？他们的队伍。好，你一次讲完，我现在不插嘴了。然后就走过去，小啊，对啊，怎么样？怎么了？我可不可以过去跟他要个？我说你搞个杯嘛，不好意思。我真请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因为这我曾祖母的墓，他如果要跟他，不是还在曾祖母那边走开了，离他们远一点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跟你聊个，你谁呀？跟弟弟呀！我说你，哎，你打屁一下吧，屁一下吧！哎，为什么你打谁呀？哇，这么丑的男生也想跟我抢这个女生，笑死！要没事打对手啊！这女生也很丑，我要打女生啊！哎，叫我回复联谊活动！哇塞，哎，不是，哇，金香先生，哇，被打了，被打了，被打了，打错人了！不好意思。羞辱人！
就这样。讲到电话，怎么可能？你是个可爱的女孩。哦，你那天没有给我电话。废话，废话，你还刚揍他嘞。不过你给了我 Line， 你男朋友的 Line。哇塞，这个意思很明显的吧？我是个聪明人，嗯，我懂你的意思。懂了哈。你希望我帮你跟你男朋友分手？才不是这样的。你怎么会以为是这样子的啊？于是那天晚上我思考着怎么样用够狠的字句来清楚跟你男朋友表达我的态度。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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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错了。只是我手滑按到相簿，不小心传给他我裸体试穿丁字裤的照片。你手机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啊？据说你分手分得相当顺利。这已经是恐吓了吧，太恶心了啦。总之接近暑假的时候，我问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过七夕情人节。他怎么说？你说不想，我们又不是情人。对，你说以我们的关系要过也过中元节吧。好奇怪的。那个时候我大概就知道你的心意了啊，被拒绝了吧。中元节这么属于家庭的节日。原来你没有把我当作是亲人，而是把我当作是亲人啊。哇，太乐观了啦。不是，你怎么往这方向想呢？对不对？后面有说什么？全部都是哈哈。太多了，翻过来还是哈。这一人在干嘛了？等一下，嘿嘿嘿，停车了。哈在心目中的快乐意思吗？有差别，你是不一样的。有差别不一样的，我只不知道哈是哈哈哈，看着人感觉不出来是怎么笑的啦啊！我想你一定是爱上我了。我怎么这样看出来的？你说你被我打动是上一次我带你去夜晚的海边。没有你约会啊？你说你尿急，我说你要不要上在海里？太脏了，尿急怎么上在海里呢？你不要上在海里，简称上海，上海名称的由来。这猫我要怎么回应？你知道现场大陆观众哦，那可以讲一下，就是这个上海的名称的由来，可以回去告诉国内的人知道。才不是这样子的，那真的回不去了，我跟你讲。然后你回来之后，看到整个漆黑的海滩上铺了一层闪闪发亮、排成爱心的蜡烛，在燃烧着。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把你拉过来，紧紧的揽在怀里。壮志断，浪漫制造，走。哎，你刚才说什么？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不说，宝贝，别哭啊！告诉我，你其实刚刚其实并不是去上厕所对吧？你是去大便？什么尿急根本是大便？什么东西啊？你这味道能闻吗？味道扑鼻呀！在乎这个点干什么啊？你知道不要讲出来啊！你看你只买上次咖啡这个东西就是大便吧？我们点开点面子好吧？就是搭在全时尚了吧？不是，这味道能闻，这味道不能闻呐！你都好不容易精心设计这种浪漫的画面了，我跟你讲，这女的。你不要听你讲这个，那女的很可能就是看到一个，这些是什么？这些是啊，你瞎了，是蜡烛啊！不要瞎说，来，我又不知道是蜡烛吗？你当个笨蛋啊！不是，你看，这些蜡烛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是这样的，从一开始我就去小北百货，然后我就买了一些无语的那个圈圈，然后我就加了一些那个唇膏。不用真的解释是怎么来的，好，那他可能会说这些我看着懂是蜡烛的，应该是你从小北百货那用圈圈弄起来的，这些是干什么用的？这些是就是我找到火的时候，我可以在那边点烟用。不需要这样用，不是吧？我为什么你在打什么东西啊？不是啊，你好，对啊，好好问问题啊，你问的都是坏问题耶。我不能说坏问题，对啊，是我的问题，我是照着你问的问题回答的耶，对不起，错了吗？前女友。
是这样，就是我是照着那个蜡烛旁边刻的字讲的。为什么蜡烛旁边会写的是你前女友？是因为我三年半前就是用同一批蜡烛在追我前女友。等一下，那就三年蜡烛，你们你太神了吧？那你一都没用完嘛？基本你太小气了吧你？你就换掉啊！我就刻下来了嘛，小气一点会怎样啊？放车是侮辱客车的，而且你根本是闽南人啊，我才是客家人。有啦，有啊，在啦。嗯，那你怎么这样啊？就是为了一个表演的笑梗，你客家人身份借我用一下会怎么样？小气鬼耶！是这样子被羞辱的吗？啊，是这样，是，那就说你是这个，就是把听到一个男生，对，他就跑走了。废话，他就追啊，对对对，来来看，不，还叫我们去来看。怎么叫我白痴我啊？不是，我刚刚看到蜡烛了。混蛋，混蛋啊！哎，我看他的，他不见了，不见，他到海里去了吗？不是，哎，那个人，他变成半透明的了，然后消失在空气之中了。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而且空气中还有传来一句，谢谢，我终于可以开心的离开了。不许不论这个一来的 echo 是怎么回事？他是，难不成他是乱脏脏的女鬼？没错，我去对联想，她是我曾祖母。而且他从头到尾都站在我们旁边看我们表演。跑来幕后们看我们表演。Hello， 杰西卡倩。不要在圣主面前做出白色梗好不好？谢谢大家。